三首歌是啥物嘞？哇，山的夜景。看不讲足清楚呢，应该搁较光呢吼。啊，咱这边应该拢看会到啦。哦，那会当用安尼，哦，啊，迄是瀑布吼。等闹光。这车是比较大一点，大型你先放。面呐，那应该是今天那永远到永远了。因为不想再确认一下，不想出什么差。没有，我们是算件数。我看看他们多少钱啊？我叫他们打包。对，好，没问题。好。不是快的，在砂石的货轮，一般都是砂石车，这个是砂石船。对，砂石船。让我来，我练身体啊，正是不是？慢点过来啊！啊，公共电话，几？不是，那个大的，我得一捋去捋去。这个也是，这很重啊。七个，差两个。那你回来，突然再推台车，再一台车吗？这个是慢弄。Thank you.